哦，怎么说是宗师大师啦？啊，要扣大分了。他自己失误。哦，我不想喝核心呢。哦，云羁绊，合约签约，哪个约？一个机会。女妖不错啊，那女妖不错啊。天生我材，他们三个看起来很有用啊。他是不是先开约了？没有，呵呵，小，来，波比希格斯脸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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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希格斯。被绑架啦！因为一定会输啊，我没办法上赌，待会再上。还敢人家说把干干他妈的，就抓一只而已啊！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？你看两只，但一废牌二十几只，奇怪呢？但我叫个一废牌而已，很过分吗？叫个一废牌而已，兄弟姐妹都来了，我这个又没喊，又怎么了？蓝色又怎么了？蓝色没，靠腰嘞，哦，干，我们四蛮勇者在脸上啊。救命哦！哦，救命哦！哦，看他直接洗我脸呢。好痛啊！三加五等，四加五等。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。这里一个五等，这里一个五等，这里也一个五等，啊，我一个五等，看大家都要打死人呢、欸。大哥，你别呀、啊，大哥！你刮下面行？加油啊！
波比甩死我，甩我脸上！你去死吧！能烂到不行。没有我摆不好，我这次要摆第一排。哎，拢无物件。哦，我不想扣装哎、欸，真的不想扣装哎、欸。好了，没事啊，反正等下还是遇到这个废物，就当作从那个回合开始打连胜。我们的装备跟质量应该是可以直接打连胜的啊，是挺可以的，我们是挺可以的，我们装备很多啊，装备也很好啊。等下补个学者，哦，啊不行，这摆位有点尴尬。哎，怎么火炮？啊，全枪！心中指吧。好运好痛啊，800多滴啊！那这只得滚了哎、欸！还行。怎么这么多眼泪是怎样？就我靠你啦！又忘记是什么了，全能吸血，那可以留了、欸。先抓谁？哇！我防下来是因为我要防刺客，刺客。你们家三条是怎样？不妙。
下面两家已经垃圾车二星了，代表他们不会再扣血。两家都还有50块经济，直接有猫不好杀。有猫有真娜有球女有塔里克杀不了，还有一个飞身。升级，救命！赛，啊，别人有也哎赛，他也有，他赛了，对，他有，我也有，赛，啊，我就告诉你们我要什么，啊，那边说，这不升等。因为我愿意摊一个回合去拼这个，干他妈的那边升等也没有用啊！我现在就是要被人家暴打，每个人都4块2跟5块2，有什么办法？别人5块2、4块2，我也没听你们喊赛啊！
要补一个这个，当时羁绊就开满了，挑战跟发条，不行，没钱，位置已经很局限了，这样子。 为生命吧。 啊，至少会有三十吧。 是拜托啦，我一定订阅一下啦，按赞一下啦，拜托啦，你们留言，留言我也会回你。好爽哦！